不要以为自己老了，我并不老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做的事情。我叫陈小华，今年69岁，土生土长的青岛人，抖音上大家都叫我流行吹老爹。我叫陈翠花，今年65，抖音上都叫我梅阿姨。这梅阿姨就剩点太阳了。陈一开始拍这个古装戏这会儿背着一个流星锤，所以说就从这儿叫流星锤老爹了。来石头吧，以前就是个普通工人，我也是喜欢表演，以前嘛没有地方发挥啊，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台了，给我们这个机会了。我们今天又涨了10000粉丝。都不错，看了都觉得挺可惜哈，也给自己带来欢乐，也给大家带来欢乐。我在看有很多人的评论说，面部的忧郁症都治好，我就感到很高兴。爱情不允许参加。那我最感动的事就是当时拍那个视频，哎，我当时真的是动情了，就把那个事当成真人了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他说我这个爱情不允许参加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泪流下来。老太婆，我们就要一起过去40个七夕节了，想要我送你什么礼物？都老夫老妻了，一起吃点饭就行。拍这个钻戒也是很难，让我很难忘。我们婚姻这40年吧，将近，确实时间太短，越拍这个东西吧，越能体会到。所以说就是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爱，给年轻人就是做个榜样。但有很多评论就是我们年轻人都做不到，你们怎么能做到？你们是真夫妻吗？还是在这演戏呢？都不知道我们是真夫妻。去哪里啊？去买菜啊。不去不行吗？不去你养我。都是说你们拍的视频真好，都催着我们快发。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发了？我说很快，很快，马上就发。这大老头子坏得很。那天我去交电话费嘛，就一个小伙子，他就从马路对面就过来了，哎，就看着老爹，哎呀，咱们做个事儿来，这样事有啊，好多。我不像年轻人一样，或者是沾沾不喜了，或者怎么的，我们觉得没什么。拍练一下啊，哎，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我们会继续的拍下去，也是组织去，也是作为一种宣传吧。看我们青岛的老人，外地人也看一看，青岛人的榜样。老头，你在看什么那么入迷？我在看青岛时尚，我在赶紧抢福利，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啊。老头，你真好。还懂什么？赶紧看青岛时尚，给我一起时尚。